楚，回去好好休息，让你随我折腾了一夜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谢谢王爷。你不下来吗？我还有事情。哦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有何事？我就是看你脸色不太好，那你忙完了早点回来休息吧。好。等等，方才一直没来得及问你，你在那手绢上绣的是什么？一根骨头？那是人胸前左侧第五根肋骨。肋骨？为何要绣它？因为这是人身上离心最近的地方，把手放在这根骨头的位置上，就能摸到心在砰砰的跳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根骨头，你觉得它好看吗？好看。走吧。去。这是你绣的。你要是不喜欢。